都知道爱多美成立于2009年，来自韩国嘛。那么至今天呢，已经是10年了。这10年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成功学院只是在马来西亚那么棒抢票而已吗？我们来看一看好吗？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在座的马来西亚呢，到今年已经接近3年了，一场的成功学院呢，出席人数就等于接近1000人，就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再一次给你们自己出席的一个热烈热烈的掌声哦。韩国台湾5年后，既然每个月呢有3场的成功学院，出席人数是5000人，来自韩国每个月既然是有10场的成功学院，而且出席人数已经高达24000人，这个数据你会想象看，我们今天马来西亚才接近3年而已，想一想看，再过2年就是5年的我们，就好比如在台湾，我们的人数会不会也会飙升到5000人？再过7年之后的今天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会不会也像韩国一样，场面是整接近1万人的？会吗？所以我们问一问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来爱多美的成功学院？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有一个成功的系统，成功的系统肯定是复制成功人是最容易的地方。所以呢，很多人来自北马、中马、南马、东马都很早就起床了，来到这边，同意吗？有些人还要提前住1天。所以这些人来到这边的目的，想要达到什么呢？成功，想要来到爱多美看爱多美的商机。所以各位在座的我们全部，如果今天我们3年不放弃，5年成大器，那么我们有一个伙伴来问我，10年后呢会变成什么？既然有人告诉我10年后成仙去，来掌声。爱多美到今天已经10年了，那么我们每一次都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好，这是10年朝着我们的梦想去，就是要往100年。所以这家公司能不能走到100年？我们来看一下，2009年，当时的爱多美的业绩只是1900多万。不过，来到2019年，18年，去年了哈，我们的业绩既然是达了12.5亿，后面要加一个字，美金。各位伙伴，各位学员们，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每一年都是 double digit 的成长，很厉害？那么请问，这个12.5亿的美金，对我们爱多美目前是足够了吗？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终点了吗？不是，因为我们的董事长有非常的远见，有非常大的梦想。因为我们要朝的目标不是这个12.5亿，我们要往1000亿美金。因为爱多美的梦想，我们的经营目标，我们经营的目标呢，不只是在这个业绩，我们要成为一流的企业，我们要成为全球流通枢纽，我们要把更多更多的人成为爱多美的顾客伙伴们都可以成功的一个企业。所以这间公司势必要走到
100年了，所以不可能只是在这边就是一个终点，而是我们的一个起步。那么这间公司能往100年，也要看这位领导者有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这位领导者所经营的梦想、所创业的理念，能不能把大家走向这100年？这位领导者充满的爱心，有眼见的长远的目标，有自己、有公司、有不违反的原则，受人尊敬的一个领导者。在座的伙伴，爱多美短短这10年都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非常奇迹的业绩。好多媒体都追着要采访的一位人物，所以呢，爱多美的董事长在国内、海外媒体都关注的人物，很多正规的直销委员都推荐我们的董事长成为直销协会的会长，所以呢，这么多人都已经认同爱多美的经营理念，创造经营的模式，所以不只是这一边而已，连 Forbes 富比士跟财富的杂志都采访我们爱多美的董事长，而且我们的董事长是封面人物。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杂志是不是有权威啊？所以呢，这些都认同，这些人媒体都认同我们爱多美的创业理念。所以呢，在座我们有这么一个眼见的领导，带领着大家必走100年。给我们的董事长一个热掌声。每一家公司都有每一家公司的经营的策略，那么爱多美也不例外，爱多美公司也自己拥有自己的经营的策略，选择了一些什么呢？他选择了一个永不淘汰的策略。市场上有些人想把一个产品推销出去，是有可能他会选择以连锁店，有可能他会选择以微商，不过爱多美也选择一个，这个呢是永不淘汰的策略。请问在座的，你认为会以怎么样的策略呢？永不淘汰的策略呢，就是绝对的品质，绝对的价格。各位伙伴们，如果你在柜台上看到那么好的一个产品，价格我们平时都明白都是贵的，不过如果我能够给到你非常好的品质，在柜台上你看到那么高贵的产品的时候，偏偏价格给你是便宜的，那么请问在座的，你认为有人会拒绝不要吗？是不可能。证明说这个绝对的品质、绝对的价格，去到哪一个国家，走到哪一个世界，在什么时段、什么时候、什么年代，是不是不会淘汰的？所以我们的董事长是不是有远见？再一次给我们爱多美的董事长哦一个热烈掌声哦。那么我们产品我们会来自哪里呢？我们是属于世界级独家产品研发跟世界级独家产品生产的。这个厂我相信有一些人都已经参观，有一些人还没，不过我本身已经是进去了。参观这个厂的时候给我感觉到 Yes， 我选对了公司。这个厂呢，里面有些什么呢？是
韩国政府，韩国政府资助的研发地方，韩国政府资助了技术 20.1% 的股东，配合跟科马，科马呢是世界级第一家生产纳米技术的代工生产，所以呢，今天这两家呢，韩国政府付出的 20.18% 的股东在于技术，那么科马呢付出了 79.98% 在投资资产跟技术，合成成立了这一个厂科马 Beauty and Health。 所以呢，各位在座的伙伴们、学员们，如果你们在用这爱多美的产品，其实我们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些人？因为我们既然能够通过爱多美，我们有机会用得上是独家研发的产品，独一无二。那么很多人就会跑来问我 Jennie， 如果这个产品已经销量了那么好，市场上卖的那么畅销了，它会不会发生有一天这个厂商不供应给爱多美呢？有人有这么想过吗？有被问起过吗？其实大家可放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谓的独家呢，也就是等于说科马 Beauty and Health 已经跟爱多美签上终身合约，终身伙伴，只供应给爱多美。所以再一次给我们自己有机会用得上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哦！有那么独特的产品，那么独特的厂商研发人，是不是有信心啊？爱多美把目前现有的产品是不断的改进的，不断的进步，我们有这个野心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当初一开始的时候的爱多美的六件组，当时没有六件，只有以五件为主，绿色的看到吗？那应该是 N 年代的时候。不过通过业绩越做越好，老板发现到了越来越多人在用的时候，工厂公司也开始有赚到钱，从五件组增加到六件组，然后从五件组的多呢125ml 增加到135ml 的容量。你有发现到吗？产品每一样都增加了量，然后呢又不断的改进在包装，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多呢，从125增加到150ml。你有发现到吗？量越增加越多，有没有起价啊？没有。所以呢，顾客们就越用越放心，越用越开心。这个就是公司厂商有不断前进的野心。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Hemohim， 当时只以30包而已，不过呢不断的前进，把产品从30包加量到48包、54包，到今天你们手头上所拿到的就是以60包。今天爱多美增加了60包的Hemohim 给我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PV 也增加了吗？以前韩国的时候，我们从那边能够拿到的时候只有100千 PV。今天马来西亚的伙伴们，你买的 Hemohim 一盒是多少钱？多少 PV 呢？200千。各位伙伴，这就等于说公司回馈了给我们会员，回馈了给我们的顾客，从100千 PV 加到200千 PV， 这等于说已经是扣给回馈给伙伴们了，回馈给顾客们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好消息。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讲什么加量不加价，
爱多美的产品，后来才发现到公司的野心，不断的研发产品，不断的让我们有更好的产品。这个 Absolute Skincare 既然是用了十年的研究，偷偷的在做研究，直到2017年的9月这个产品诞生。当这个产品一诞生的时候，是不是好多人都疯狂在用这个产品？我也不例外哦，因为它的名字很特别， Absolute 就等于听到26，所以呢，我从当时的一开始用到今天，我的今年的岁数会像50岁吗？会不会像？所以呢，只有越用越年轻哦。所以这个产品当一 launch 的时候呢，市场上的受欢迎，我们的六件组已经是独特的产品，已经是同业界里面的产品已经是销量 number one 了。既然 number one 的产品也被自己的产品打败，给我们的 Absolute Skincare 打败。这个产品呢，到今天为止销量已经销售到438万组，太棒了，等于每九秒就销售一套。十年偷偷在研发研究诞生这间公司，真的与众不同。如果一个公司一个厂商精益求精，不断的求进步，会不会带领我们大家走向100年？有没有最近发现到又诞生了一个新产品，叫做 The Fame， 它取代我们之前的六件组。这个呢产品实在是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亚洲的伙伴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好多人希望说能够用得上的护肤品会更干爽更保湿。公司马上诞生了这一套 The Film， 让我们亚洲人都用得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除了四个科技之外，它还附加了一个全新的科技，包括什么呢？全新的颜料。而且这个产品呢，也在德国 Derma Test 里面呢拿到优秀认证。所以呢，这个产品在做一定要给自己去试。所以呢，我是想传达一个信息呢，就是厂商公司合力配合，精益求精，要求产品会更好。除此之外，爱多美我们除了以科马 BNH 的产品流通，我们也以和其他的厂商配合的。那么其中的一个厂商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Duotech Korea， 这间厂商呢是专做牙刷的，已经有20年的历史。这间厂商呢，他所卖的牙刷呢，也是自己非常有严格要求在品质，销售于在市场上，就是 shopping mall。 那么这个厂呢，因为我们的爱多美董事长有想要做到的就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嘛，所以呢就买了一大批市场上不同的牙刷回来。老板天天说，老板既然要给伙伴们会员们顾客们用的最好的产品，他既然一天可以刷10多次的牙齿，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老板的用心。说了最后就是选择了这一个厂，不过呢价钱就有一点贵了。因为爱多美打从一开始到今天，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直销公司，我们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一般的流通业，市场上的百货商场，市场上的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当如果这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的话呢，这样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是不是要比市场还要低呢？所以呢今天
爱多美找了这个厂商谈了，就是谈价钱。这厂商当时他们的业绩只做200,000的牙刷，不过跟爱多美协调后，就想要把这产品供应的时候呢，发现到价格真的很难去调到非常非常低，品质要好，价格又要低，是在一件不简单的事。我们的董事长有眼见，既然发现到什么呢？原来这个厂商买原料的时候，供应哦，在这个周转钱那一方面有，好比如说什么，先画到有可能得30天、60天，类似这种的等。不过爱多美董事长既然先提前，先前给什么呢？先给现金结算。所以各位伙伴，如果公司可以先给现金结算的话，他是不是省了不必要跟其他银行借钱呢？所以呢，这个东西就这样的操作了之后，这个厂商也把这个笔钱也去跟他的供应原料，也把这个也现金也交给了供应原料，这样就达到了能够更低的价格来制造这个牙刷。今天这个厂跟爱多美一起配合到今天，每次货到7天就结账，货到7天就结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简单，不过呢，爱多美做到了，给爱多美一个掌声。今天这个厂商跟爱多美一起把这个牙刷呢，已经销量到1年3400万支，从20万支能够倍增到3400万支，从以往的13位员工增加到现在有60位的员工。这个厂是肯定跟着爱多美一起走向100年。想问在座，你认为这一个厂会不会离开爱多美呢？不会。再来，除了这个厂之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一边的这个第二个的照片，是 SRM Company 的 partner。这个厂呢是做什么的啊？它供应我们拉面的。你们有吃过爱多美的拉面吗？超好吃的，然后喝吃多都好都没有感觉会口渴的，所以这个拉面真的很特别。所以当时爱多美选择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拉面，也不影响健康的拉面。找了这个厂之外之后呢，就开始供应。很不幸，在2016年12月的时候呢，这个厂跟他的办公室火灾烧毁了。当一火灾烧毁的时候呢，这个整个 process 生产线是不能够再供应拉面。老板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马上派人去了解状况，而且呢，出了$100,000。支援这个工厂继续去操作。各位，如果我们遇到这个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动？当你生产线整个办公室都烧毁的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既然有人伸手先给你这笔钱，然后让你重建，你会不会感动？爱多美帮了这个厂，虽然一年不能生产，爱多美公司没有放弃这个。如果是其他公司，有可能他就以这半年里面、一年里面找其他的厂，不过爱多美没有。所以呢，当这个厂商重新重建的时候呢，整个环境改变了，整个机械也换新的，从此就生产得更快了。为了回馈于爱多美，既然以每片的土豆面拉面增加了量20%，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你们在吃那个土豆拉面的时候会感觉怎么吃不完的吗？很多，对不对？所以没有起价之内呢，也没有起价格，也没有要求公司，不过厂商自动的回馈给我们爱多美，是不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所以再给我们爱多美一个掌声。
这个告诉我们呢，大家合理的成善，对，做对的原则一定会发生更好的。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得到呢，如果公司要走向一百年，合作的厂商是不是也要跟我们爱多美并肩走向一百年？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理念。一个公司不断的前进，有负债是正常的，同意吗？一个公司如果要不断的去开发更多的国家，也会有发生要跟银行借钱，或者是周转产品那一方面都会有负债的。今天爱多美既然发生了一个很奇迹，就是到今天为止爱多美是零负债的公司。爱多美是一间合法的双线的直销公司，合法，听好啊，合法的双线直销公司。所以呢，公司很清楚，公司的来源，根的来源，根源呢是来自传销商，都是会员。所以呢，这一方面，如果今天在座的，我们选择来今天，因为我们想要一个成功，要希望爱多美的系统带领着我们走向前功。那么这一些我们在外面打市场的伙伴们有可能会有遇到问题，我们要向谁呢？那么公司也是愿不愿意听一些外面就是来自传销商的一起配合。所以呢，今天爱多美也做到了，好比如我们今天早上十点开会，我们有意见，我们 有认为可以大家一起改进的，公司也愿意坐下来与大家伙伴们一起共同前进，是不是一个非常棒的？所以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爱多美公司。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就是以我们的 Royal Leader Club Member 都会是我们的主导，会以公司配合的。那么再来，除了这个之外呢，公司在这个成本管理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上有一些公司，他为了以 shortcut 的方式，或者是想要更快的打起这个名堂，他会选择用什么呢？打广告，会选择用什么？在 magazine 打广告，或者是做很多的 promotion。 不过爱多美在这一方面呢管理的非常非常细心。因为一间公司想要生存，就是不可以给倒闭，想要生存不可以给倒闭的时候呢，这个管理是不是在成本管理是非常的重要吗？所以今天爱多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当你们走进来的时候，外面的布置还没有请外面的人做的哦，全部都是我们的会员跟我们的职员一起配合的哦，棒不棒？外面的设计，给我们爱多美一个掌声。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放的那些音响那些 sound system 让你们不可以打瞌睡，声音是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那个节目不断的不断的给你们有精彩的。哎，这个你们留意到吗？原来全部都是来自后面那一批的我们的 staff 的 crew 来做的哦。再次谢谢你们哦，没有请外面的人。还有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刚才的 Hemohim 广告是不是很特别啊？哎呦，你知道吗？ Hemohim 广告里面的那几位演员都在场的，你知道吗？都在场的。原来这些演员都是爱多美的会员演的，然后公司的职员跟会员一起演的。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很喜欢的就是一个 video。 是哪一个 video 吗？就是你去 channel Atomy， 爱多美的 channel Atomy， 你开有一个呢 deep pure cleansing oil， 我很喜欢看那个人。那一位呢是我们的尊王大师，他演他什么？他当天
上了 Imperial makeup 的太厚了，所以她怎么样解决她的 makeup？ 她就是用 Deep Pure Cleansing Oil 就抹掉。哎，这个广告竟然是用我们的尊王大师做演员，棒不棒？太棒了！再给我们爱多美一个掌声。这一切呢，都是公司在管理那个成本，因为我们不随意选代言人，也不随意选名模，是不是帮我们省很多钱，对吗？公司省了很多钱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赚来的钱呢，就让我们今天拥有那么舒服的地方一起学习呀。今天我们入场才多少钱你知道吗？如果你上网去注意看这个房间，哎，五星级几百块咧，不过你们的入场票才多少钱？然后还不止哦，刚才你们进来的时候是不是拿了一份礼物？是哦，这些也是公司给的哦。公司省了不必要的钱，而多出来的钱拿来捐啊，好，做乐捐啊，给我们更好的礼物，好不好啊？您知道吗？马来西亚的业绩从2017到2018，我们倍增了30多个%。从2018到今天2019，我们的业绩是居然倍增了40多个%。不过，啊，掌声继续。不过公司的职员就只有那20多位，20多位的员工要做千万的业绩。太棒了，再一次给公司这一批的好员工一个技工。所以我说爱多美公司本身就是原则，老板说的话算话，给的就是给的。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原则，随时改制度，你会不会担心？随时给你说我要换制度了，我这个不做了，哎，你会不会担心啊？因为你带了整批的人跟着你走，告诉大家说这个公司是可以成功的，后来才发现到公司没有原则，爽爽一下就改 plan， 爽爽一下这个 不代理不出了产品，爽爽一下产品不好也不要紧，只要市场这么多人在用了没关系。所以公司要有原则，所以我讲公司有原则，在制度方面发放奖金是非常重要的。以往我相信有一些人也有经验，等到你发到那个阶位的时候，公司会告诉你不赚钱换一换 plan， 那个奖金多余的公司收起来。不过刚刚发生的在韩国这个七月初，我们就在韩国 Kindex 就有一个成功学院，出席人数居然达到17000人，当天表扬了2位尊王大师，一位尊王大师就会领了400万马币，2位呢？所以你想看，如果一间公司没有原则的话呢，这个奖金它可以不发的。所以我很感恩感谢我们选择进入爱多美。在市场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听到好多人来告诉你，哎，我们的公司赚钱的。其实讲到最后，哪一家的公司来告诉你他家公司不赚钱的？有人来告诉你，我家的公司的产品哦是很棒的，哦，不过要缅甸的，有没有？有。所以爱多美呢，哦，在发放奖金这个制度里面呢，它既然是给我们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等于说，有可能你今天还没能力拿到那奖金，没关系，慢慢来，学到你懂，哦，左右线都拿到对碰。那个奖金发放才 set 为零，没有发放永远都是属于你的，所以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哦。还有呢，没有强制性的，
市场上有很多，有一些公司呢会告诉我们，你一进来哦，也不用加入会员费，不过呢，你一定要买一个最少最少的配套，哦，最少的一个配套呢，就是有可能是3999,8888。哎，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有强制性的购买了哦。爱多美，您想要什么您就买什么，您需要什么您就购买什么。我们加入会员从第一天2009年到今天呢，加入会员是免费的，未来以后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免费的。如果老板想要 通过会员加会员赚钱，你算一算看，目前我们有500万个会员，你算一算存起来一个人收10块钱就好，是不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所以呢，爱多美没有把这个放在眼里，因为我们不是像其他的直销公司。产品奖金制度有一个封顶，所以爱多美给了我们的奖金制度的封顶呢，就是300点，大致上马币呢就是每天5000块。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你去到任何哪一个国家，新开放的国家，您还是拿得到的最高的奖金。然后最重点的就是无限贷的，哎，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去那么多个国家嘛。所以呢，爱多美的奖金呢是教我们向善的一个系统来的。为什么呢？我们要成为销售大师，是不是旗下要有 2.5 个 million，右边要有 2.5 个 million 嘛。如果你想要上钻石大师的时候，你是不是左边要栽培两位销售大师，右边也要两位销售大师？当你要上玫瑰大师的时候，你左边要有两位的钻石，右边要有两位的钻石。这个呢，您要升上您的阶位，您要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您怎么样做得好，您都需要到旗下的组员，对吗？所以呢，这个是逼你都要去做你该做的好人，好不好？所以爱多美的系统是非常重要哦。所以呢，每一次我们讲大家爱多美全球都是一家人，今天来到了这个成功学院呢，我们都可以来学习来自不同的组织，好，每一位在座的这一班领袖们呢都会给予的好鼓励。那么我们呢也可以通过海外，好比如今天的海外讲师就是来自韩国，来了马来西亚，再给我们的韩国的一位，好，这位讲师一个掌声哦。那么我们也有派了马来西亚人的去加拿大，那么加拿大的也来了马来西亚，也有派 Malaysia 的去 Cambodia， 好，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大家都可以一起的交流，所学会的都传送灌输给我们大家。所以呢，成功学院呢是一个成功的系统。爱多美的系统呢拥有的是什么？教育中心。教育中心是让大家把人带去中心，让给他们感觉到什么是爱多美。除此之外，我们有 One Day Seminar 一日研讨会，那是留人的地方，把人带去了之后再带来一日研讨会，留人看得到什么是爱多美，让他们更有信心想要去发展这个事业，所以带来成功学院。因为成功学院呢是属于一个什么大磁场，拥有积极能量的人都在这个会所。有些人选择在家睡觉啊，不过大家选择这个时候留在这个会所。再一次给你们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本事，我们不能影响人，我们不懂得如何去做，放心，就是带来成功学院。不过如果你来了成功学院，来了一个月，来了两个月，来了一年，来了两年，还是你一个人来的话呢，告诉你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只有你自己在 hot 而已。所以一定要带来成功学院，让他们感受到成功学院的环境。所以呢，在爱多美是一个不分年龄、不分背景、不分您有没有经验，不过却人人都可以成功的平台。既然大家来了今天，就好好的观察，
你身边的伙伴，你好好的观察在场的人，你好好的聆听台上分享的讲师，好好的从我们的领导人，从我们的讲师学习，我相信大家一定受惠无穷。因为我在2016年6月的时候，我去了韩国的一场成功学院，我竟然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还来成功学院学习。那时候激发了我，这间公司的系统肯定是成功的，因为一位老人家都不会放弃他的梦，都会选择来爱多美。所以再一次恭喜大家，好好的来到了成功学院，好好的学习。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